好偽康兩個字，虛偽方言，真嘅冇人聽，假嘅私人你噶嘛，係咪咁話？邊度都有偽康。今日咧有我傑之雲做嘅主持啦，仲有 Hugo 大家好。今日我係揾都揾咗個嘉賓過嚟喎。你好，我係 Eddie。係啊 ，Eddie 喺 Twin Peaks 嗰陣時都嚟過啦。係。咁啊，對呢啲美國嘅劇集或者美國嘅文化，咁啊都好有興趣係嘛？大家傾下偈，交流一下啦，因為點解今日我要揾啲嘉賓嚟呢？因為其實就我覺得咧，其實今日我哋講 topic 咧，就比較每個人都有佢，因為佢嘅 background 啊、背景啊、邊度嚟啊、經歷啊，就會有唔同嘅演繹嘅對一個作品。咁今日我哋講嘅就叫 American Gods， 咁啊中文就叫做咩？美國忠臣。係啦。咁啊呢套片咧，我香港咧喺啲譬如神秘學界啊，譬如某啲主持的 post 啊，或者神秘學的 forum 啊，都有些人提起過，但就可能未入到太過主流住，所以可能很多觀眾對於今日其實都很陌生，同埋香港好像未播咁，未播，係咯係咯，反而你話 Twin Peaks 咧，就係上次做嗰個咧，埋呢劫咧，某啲付費香港付費嘅有線電視台咧，都已經有一做嘅 ，OK， 係啦，播緊，咁啊因為其實我哋做呢啲咁嘅節目，其實都有少少risk 嘅，少少風險。就係收聽率偏低，因為點解咧？我哋上次做過咩？我哋上次做過 Mr. Robot 啦，係中文叫咩啊？黑客軍團啊，黑客軍團係啦，好睇喎，我覺得好睇啦。咁其實因為我哋嗰陣時都同，譬如話無奇不有嗰啲 crossover 咁啊，無奇不有好中意講啲網絡嘢嗰啲噶嘛，咁我就覺得咁啊，基友成日講，咁啊叫佢過嚟講啦，咁呢套戲又講呢啲，咁應該 OK 啦。但我唔知係觀眾嘅咩事，定係可能我哋即係做得唔夠好，或者唔知點啦。即係嗰個收聽率係冇平時咁高嘅，咁啊同埋 Twin Peaks 都係啦 ，Twin Peaks 因為始終呢啲好小向，即係唔係話太主流啊，即係唔係話太主流嘅美劇啊，咁啊所以有少難度，咁而且呢個我覺得更係 American Gods 更加係即係非主流，我覺得嚇，所以希望我哋今日盡量做啦，希望有趣啲啦，咁啊我試下嗱，可能有好多觀眾都未睇過啦，咁我會好略咁會講呢一個故事係啲乜嘢？講之前咧，我就會講嚟。今日咧，其實我哋會諗到好多唔同嘅 topic 嘅。係。就例如話，譬如呢個作品，我會講啦，呢個作品點解咁勁？哦，原來佢同漫畫有啲關係。咁又會同大家都好而家成日啦九十年有個移民潮。到而家移民咗過去啦嚇，而家都一兩代啦嗰度。咁我哋香港人睇移民嘅咩點啊？即係移民對於呢個文化民族又有啲咩回事？嗱，我咁樣講咧，可能你都未有好有共鳴住嘅，因為點解咧？關咩事？啲香港人㗎啦，係咪先？唔燒到埋嚟咧，你覺得咩唔係回事？但係你將呢個 American God， 如果唔係用 American 係一個私流嘅民族嘅話咧，除喺我哋好近北面嘅地方咧，你就知道其實原來幾個唔同民族或者唔同文化啦嘅嘢咧，撈埋一個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嗰種咁樣嘅合併啊，或者壟斷啊，或者抹黑啊、抹殺啊、矮化啊呢啲啊嗰啲咧，其實不自覺會發生緊。其實我覺得香港都有呢個問題嘅，就只不過大家可能未諗到喎，原來同呢套劇有關，咁我陣間會講啦，希望抵啦，因為其實香港都好慘嘅，你知啊，香港有啲軟實力嘅嘢又俾人哋侵佔緊啊，啲文化、民族啊、人口啊，咁其實都我覺得好值得去探討啊。我哋略又講咗呢個作品先啦。咁呢個作品其實咧，其實如果用翻香港人嘅角度咧，咁會好啲啦。其實你好難去演繹係一啲咩類型啊，即係咩 genre 啊，即係我都諗唔通。我只可以講可唔可以係科幻咧？因為你廣東話咧，好少有一個字去形容一啲同宗教有關，但係又係唔係現實嘅，所以科幻即係叫乜怪力亂神嗰啲嘢。我哋以前咧即係武俠片嘅年代就講叫奇幻啊嘛。你覺得可唔可以用奇幻嚟演繹呢套作品咧？覺得唔得？你如果用奇幻俾人個感覺就似 Tim Burton 嗰啲咁樣，即係有少少童話，有少少教剪手 Edward 嗰啲啊。係啦，你有少少 fantasy 咁樣嘅，你做奇幻就 OK。如果你有呢、這個，我覺得你睇翻 IMDB 其實佢都用 sci-fi 嘅啫。係啊，其實係科幻，但係好得意，科幻咧就牽涉宗教喎。我哋去兩去講下呢個作品先啊。呢個作品其實講穿咗咧，個橋咧就唔難去，即係個 plot 啊，就好簡單嘅。
但係咧入面嗰啲人物細節啊、背景啊，即係呢個就係美劇一個好玩嘅元素。要真係要觀眾咧自己去抄書啊、抄維基啊、抄啲揾咧，咁咧你先係喎。呢個一個樂趣嚟，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係 game 嚟嘅啦。嗯。啊，你仲要揾到就會好，揾唔到就唔知講乜嘅。咁啊咁咯，就同香港人嗰個睇鑑賞劇集嘅嗰個做法有啲唔同。咁、我哋應該邊度開始起先咧？阿 Hero。就故事簡介先啦，你一句我一句啦，咁樣好嗎？好啊，你講啊，你講啊。其實佢就好簡單嘅，同你話齋，就純粹係一班舊神啦，咁、一班所謂嘅新神啦，咁大家有個角力啦，咁但係角力在邊度咧？係啦，嗱，佢在邊度咧？就好簡單，我就 feel 翻你嗰、個場景發生喺美國嘅，嗰啲舊神咧，嗱你當個科幻片啦，即係我哋講嘅係唔合情理，咁你個真係離奇怪力亂神科幻，佢就話咩咧？美國一個移民國家嚟㗎嘛，係咪？咁啊好耐之前啦，唔同國家即係唔同民族，例如咩有歐洲啦、愛爾蘭啦、北歐啦、北挪威嗰啲啦，係啦係啦，同埋有個咩係咪有個民族叫斯拉夫？斯拉夫民族，即係蘇聯啊嗰邊嗰啲係啦。咁啊有非洲啦，非洲又分呢個東非同西非啦，咁啊亦都有，即係我講喺古仔入面啊，當然唔知咁少啦嚇。咁啊仲有啲印度啊嗰啲啊，即係中東啊嗰啲啦。咁好得意啦，嗱我又唔知個作者係啲咩啦，可能驚敏感，係驚某啲國家啲玻璃心比較難啲。亞洲佢未講，澳門佢冇啊，佢未講啫。咁啊講呢啲唔同嘅民族咧，去咗美國移民嘅時候咧，其實咧呢、這個科幻片就話原來嗰啲神啊。都移民埋去嗰度，咁啊變咗好搞笑。嗰啲就係舊神嚟嘅，其實同紅酒一樣，有分呢個 old world 同 new world 嘅。啊 ，old world 就係嗰啲文化比較舊，即係唔係舊，即係已經有一段歷史嘅國家。new world 就係嗰啲新世界，即係譬如美國啊、澳洲、紐西蘭啊、智利啊呢啲咁嗰啲。咁咧就舊 old world 或者即係 old gods 啦，就去一個 new land 一個新嘅國土嘅美國。咁啊，移民都有幾代啦，到而家呢個世界，咁啊好搞笑啦。其實開始有少諷刺，都好危憾。佢就話呢個國家美國啦，其實就冇人會拜嗰啲好舊嘅神啦，神眾神啦。眾神係啊。主要就會拜啲咩咧？科技，佢話科技都係一個神。咁就係例如有啲網絡上嘅嘢啊。科技啊，傳媒啊，直頭個名嚟啦，已經係啊，股市啊，即係嗰啲啊，市場自由經濟啊，即係佢咧呢啲嘢都望。咁咧，其實我咁睇啊，即係可能咁講有啲悶，咁講會開心啲。大家有冇玩過而家好出名個作品叫《藍娘》嗰啲啊？我知道。藍娘係啲咩咧？就係將啲戰艦，即係日本以前嗰啲戰艦，就擬人化成嗰啲女仔，啲靚女有性格嘅，唔同衫嘅，唔同性格嘅。咁啊，發生啲故仔，咁佢嘅性格咧就會 fit 翻嗰啲戰艦嘅資料啊嗰啲。其實我覺得咧，呢套戲咧其實都係玩緊呢樣嘢，佢將神異人化，即係神有唔同嘅性別、唔同嘅種族啊，唔同嘅喜好咁啊。咁啊，我又會即係咧再咁樣再去 flow 嘅時候咧，我首先有必要同大家講翻呢個作者係咩？嗰陣時我就睇完套戲，我覺得我同 Hero 已經講咗，一定要講得好正啊！即係啱曬藝康嘅 topic 嗰啲最敏感嗰啲嘢咧，即係種族啊、宗教全部講。嗱，我睇咗個作者，即係嗰陣時我覺得啊，邊個會諗啲咁嘅劇本奇奇怪怪咁樣將啲神異人咁樣就神就斑馬就舊神咧，就連斑馬就好似陳浩南咁樣就要打啲新神咁樣嘅，其實講一個。call 馬斑馬嘅一個，其實好簡單，其實好簡單，係啦。入面就佢嘅導演手法啊，視覺好特別啦、啊，即係好似好似發夢啊咁，好似好 MV 啊，好慢動作，即係啲鏡頭成日會慢咗咧。係啊，同埋真係好奇幻㗎，即係好似真係嗰啲咩 Big Fish 啊嗰啲，即係你每一個人咁樣行出嚟，然後就好似發即係俾一啲發緊夢嘅片段俾你，有牽涉到宗教啊嗰啲象徵嘅。我嗰時我就諗，喂，邊一個？邊個飲諗啊？我查翻呢個字 ，Neil Gaiman，Neil Gaiman 係咩？一查咧，成件事明白曬。因為大家如果有少少熟美國漫畫或者美國一種叫 graphic novel， 即係我唔知道中文點樣譯啊，即係其實都係漫畫嚟嘅，只不過就字多過圖，同埋內容比較成人向，同埋深啲嘅。咁嗰一種啊。咁 Neil Gaiman 其實入面嘅表者嚟嘅。同邊啲人拍埋一齊咧？那個文學
修養，就同大家而家好中意睇個《保衛奇俠》啊，《Watchmen》，《Watchmen》就類似啊，《Watchmen》其實都係一個動畫，唔係動畫啦，即係漫畫啦。但係佢講嘅係好複雜嘅，佢講政治，有啲假想歷史啊。係啊，即係佢係講，我唔記得佢攞啲咩雨果文學獎啊，同埋攞啲咩星雲獎啊，即係呢啲。我大大獎 Alan Moore 啊嘛，我講即係 V 殺啊，即係嗰啲好政治好敏感嗰啲，全部係 Alan Moore 寫。Neil Gaiman 咧，佢喺graphic novel 漫畫裏邊咧最出名嗰個就叫 Sandman。嗯 ，Sandman 咧直譯咧就叫沙人，即係其實唔係即係嗰個夢魔啊，睡魔，睡魔啊，睡魔嘅。咁咧 Sandman 咧其實嗰個作品同依個其實好似，即係點講咧？如果大家有看的，你開始哦，我一聽呢個人的名字你就完全明白了，因為 Sandman 就是講緊夢，夢入面人有不同的情感嘅，即係譬如話絕望啊、狂喜啊，即係類似啊呢啲咁嗰啲啊，就二人化，好濫涼，其實都是濫涼嘅，講明咧大家明濫涼嘅濫涼嚟嘅，即係二人化。咁啊今次咧佢啊呢個就係因為小説嘅，阿 Melvin Gott 係佢嘅小説，呢個 game 嚟嘅，因為2000年頭開始咁樣寫，咁啊而家就。改編啦，做電視劇啦，係一個好好嘅，我覺得係，即係可以將 Neil Gaiman 呢啲咁奇幻啦、啊、宗教啊、怪力亂神嘅異人濫涼嗰啲咧，就擺出嚟。嗯。OK 啦，咁啊，點解今日咁值得講咧？就其實我哋啲好友嗰啲譬如話釋啊嗰啲咧，咁佢哋即係其實講啲宗教嘢噶嘛。咁其實佢喺佢個forum 度，唔係佢嗰個Facebook 個 status 度咧，都成日都講呢啲宗教嘢。咁其實今日咧，其實我都想去即幫大家補完下，入面究竟出嗰啲乜嘢嘅神，同埋係代表啲乜嘢嘅。因為嗰個古仔，我就覺得咧，如果你淨係睇視覺嘅話咧，係好震撼啦。個古仔相對嚟講都明快嘅，即係頭先其實我哋兩句講完就成個古仔都八集啦，師兄。八集係啦。但係如果你唔係熟悉嗰啲 detail 嗰啲，我覺得咧就係有嗰句 you miss all the fun， 即係最正最過癮嗰啲咧，你就。咁可能你又好難去演繹落去，咁我哋覺得有必要去同大家講下。嗱，再細節少少係點樣？其實就講緊一個人。其實呢個都好得意。我一聽第一集咧，即如果大家係特攝迷嘅，你覺得搞笑。特攝迷咧，大家點樣有個人叫影月嘅？記得個壞人啊 ，black 嘅，即係嗰個宿敵啦，應該叫做銀色嗰個。係啊，銀色嘅 black 咧，其實嗰個係。咁佢英文叫咩？哦 ，Shadow Moon 啊嘛，係啦。《Amazing God》嘅主角咧就係、是、叫 Shadow Moon，影啊影同埋月亮，即係叫影月。咁 Shadow Moon 其實係一個點講一個奸犯嚟嘅。咁啊好簡單，奸犯出咗嚟，咁啊揾佢老婆，咁啊中間就發現到一個人啊奇怪嘅物樣 job 做咁樣。咁花刀哥其實就係邊個？嗰個就係奧丁嚟。係啊，又或者入面咁佢入面咁佢個故事就靠呢個奧丁咧。就帶埋呢個唔知頭唔知頂個人咩都唔知㗎嚇，咁其實佢做到好個古仔好後期先知道原來係一個神嘅角力，其實佢一路都唔知咩事，以為幫個老細做嘢咁樣。係啦，其實好奇幻潮嘅成件事，成件事你會因為覺得係點解咁多奇怪嘢發生㗎？點解我有幻覺啊？唔係我嗨咗嘢啊？唔係我撞鬼啊？咁啊其實佢入面都有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就係講緊信呢個字 ，believe 同埋呢個 faith。在入面咧，阿奧丁都成日同佢講，喂啲嘢解釋唔到啊！佢話：但係你信啲乜嘢嘅先？你信就有嘅喎。同埋我覺得有一次係好似落雪係嘛？係啊係啊，叫佢係咁諗啊。係啊，即係叫個主角啊。好係 New Age 啊！佢話嗱，而家我就結銀行，你就幫我不斷咁落雪啦。你諗落雪咧，個天就會落雪㗎啦。咁因為當好似而家嗱，我唔知唔講啲咩全心術嗰啲新聞，而家就穿到滿天飛啦。但係呢啲嘢冇人會信噶嘛，你咁同人講。咁喺嗰個世界觀裏面咧，佢就不斷地 challenge 呢啲事，就令到一個 non-believer 咧，令佢覺得我唔係話唔信，而係如果我唔信咧，但係呢個係好鐵一般嘅事喺我眼前，我又解釋唔到，你唯有信嘅啫。咁啊，入面啊，細節嗰啲我哋就唔會再講噶啦，因為我覺得始終係一啲，而家仲要幾多分鐘？25分鐘。咁啊，細節嗰啲我哋就唔會點講噶啦，因為始終會想大家去睇啦，我想講太多嘅話咁。費事穿咁多啦又。係啦係啦，但係我覺得入面嘅嗰啲神代表啲乜嘢咧？其實係咪覺得應該去加交代咧先？
都好啊。係啊，嗱，我哋不如由呢度睇起啊。我唔知道觀眾可能太細喎，咁都冇辦法誒。我睇可唔可以揾翻幅圖再擺上去咁樣啊？咁我主角就圍繞一個叫奧丁嘅神啊嘛。嗯。咁你講下其實佢入面係點樣嘅咧？其實就嗱，其實一開始咧，佢就唔係用奧丁去形容自己嘅。就主角咧就問叫咩名，咁佢就話問翻主角今日即係星期幾咁樣啦。咁我跟住嗰個老人家就話，即係佢知道星期三就啊，星期三就嗰日啦。咁跟住啲人咧就成套電視劇咧都叫佢做星期三，即係 Mr. Wednesday 嘅。Mr. Wednesday。係啦係啦，就會咁樣去稱呼佢嘅。咁直到最後嗰集，最後臨完場先至知原來佢係奧丁嚟嘅。嗯。係啦，咁樣咁其實就有咁嘅編排嘅本身嘅故事。咁但係主角就唔知啦，當然咁啊跟住奧丁一齊咁啊，即係周圍去揾佢一啲叫做朋友，就係、是、盟友嚟嘅，大家都係啲舊日嘅神嚟嘅。同埋咧，如果大家都喺亞洲度咧，可能對於嗰啲其他民族嘅神好熟咧，可能個投入感咧就比較低啲嘅。即係如果我哋香港人咁樣睇法，但我發覺如果你喺外國去睇咧，我估佢哋咧嗰個睇法就會好快 click 到。因為佢入面嗰個主角咧，即其實應該咁講好，其實好多嘢楞埋一齊嗰啲分身電影，做嗰個奧丁嗰個人咧，其實就係 John Wick 入面嗰個殺手嘅阿頭嚟嘅，亦都係做呢啲大佬 feel 嘅嘢。咁佢隻眼係特登咧，有清楚啲啦，我嘅右邊定唔知左邊，我唔記得咗。佢隻眼就少少奇怪怪，好似唔係好睇到嘢咁。係啊，跟翻奧丁嗰個故事。係啊，因為個故事就話奧丁點解成為可以眾神之神，而且有咁勁嘅力量，其實佢係會自己犧牲自己。佢有個咁嘅嗰個古仔出咗嚟，犧牲咗自己隻眼。咁所以咧喺個古仔裏面咧，其實佢隻眼咧都係有事嘅。咁啊，仲有啲咩嘢咯？咁啊，同埋其他一紮嗰啲神啦，即係佢哋去揾嗰啲。啲同伴嗰啲，同伴嗰啲使唔使講一講啊？講一講啦，即係佢舊神有啲乜嘢？其實佢舊神咧，佢就先後拜訪過幾個嗰啲舊人盟友嘅，咁包括有個夜神啦，嗱個夜神咧就揸住個好大嘅錘嘅，就喺度殺嗰啲牛啊！咁其實嗰個神咧本身就係一個夜，即係管理夜晚嘅神啦，叫做類似係。咁其中咧，亦都有三姊妹啦。嗱，嗰個神咧，其實我哋可以解，即係我幫大家拆解一下啦。即係等大家繼續睇嗰個美劇嘅時候，就唔需要咁花時間去做資料研究，幫你即係幫你俾咗個底俾你。嗰、那個其實就係斯拉夫神話、蘇聯神話嘅體系嗰啲人嚟。佢入面咧就同中國好似有分陰陽神。佢嗰個就叫黑神，即係成日揸住個錘嘅，佢叫 Black Hammer。佢嘅對面咧就 White Lightning。白雷電咧，咁咧佢就屬於衰嗰個嘅，好嗰個咧就冇 show。咁咧佢個古仔入面買個靚女嘅，個三姊妹。個三姊妹其實就係、是、神話，其實神話好得意啊！即係雖然話每個國家都有佢唔同嘅，但係somehow咧，其實佢有啲係會楞埋一齊，係共通，就係、是、個三姊妹啊。個三姊妹咧，其實佢話一個係神星，一個 morning star。一個 evening star 同埋一個midnight star 啊，午夜星啊嘛。但其實如果你睇翻星上面嚟講咧，其實金星就係代表呢樣嘢。同埋可以補充少少，嗰、那個三姊妹咧，其實原本咧就得兩姊妹，係某一啲小説嘅傳說先至有第三個。咁其實亦都訪問過個導演嘅，咁但係導演就話自己作啦，即係第三個係我諗出嚟嘅咁嘅樣，咁所以。就變咗三個啦，因為以前金星嚟講咧就係神星同分星，因為其實如果你睇金星，其實你朝頭早夜晚咧睇嗰個咧，其實都係同一個嚟，咁啊呢個就係可以大家補充翻嗰個，咁佢之後再揾，因為其實佢入面咧其實係比較難去咁樣去演繹嘅，即係話因為其實佢啲神咧其實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有佢嘅職業，就譬如話頭先你講嗰、那個嗰咩、那個，我唔記得個名點讀啦。如果我抄翻嘅有少少時間，應該係 Sillenburg 定唔知我唔知點讀啦。黑神其實是個職業嘅，而如果你住咗喺美國嘅，你知道好 typical 某個國家嘅民族去咗美國之後咧，通常咧就都會做嗰啲咁嘅職業，就例如香港，北角一定係福建佬嘅。上環咧賣嗰啲海鮮咧就唔知某個咩嘅，咁啊上海佬有錢，上海佬以前都住北角嘅，上海佬因為佢仲要賺錢啦，所以上海佬就好快發達，就去半山啊嗰啲咁嘅。
即係有個環頭啊，咩即係咩，即好似中國嗰啲嘅啊。咁啊，嗰、那個 CIA 神話，我成日做一個屠夫嘅，嗯，即係都好勁嘅，一個錘就揼落個牛即死嘅。咁啊，另外就仲有一啲咁嘅神啊，不如你講講下。咁就另外就仲有一個啦，就後期啲嘅啦，即係幫佢做把劍嗰個啦。啊，咁啊，同埋最後 Fogan 啦，係啦，同埋就嗱，其實佢仲有一 part 嘅，即係都輕提下啦。咁又其實佢都有影射嘢，即係直頭有講耶穌嘅。哦，有故事入邊。咁、啊、不過好多個嘅。咁咧，但係太即係又唔想穿太多啦。咁但係佢提一提就算啦。即係其實佢除咗講呢集神咧，佢都有講到耶穌嘅少少故事嘅。佢耶穌就話咩咯？我哋要講噶啦。如果唔係唔講，觀眾係啊，即係我哋今日做拆解噶啦。哦。咁我耶穌咧就係話佢有一集裏面咧就講緊啲，因為啲墨西哥移民啊偷渡去美國咁。咁個耶穌幫佢過境，好似過紅海咁樣，又離地行啊，又咩咁樣嘅。咁入面佢最諷刺嗰一段咧，其實就係話啊！你諗佢耶穌，我諗點樣去演繹咧？佢去到某個 party 嘅時候咧，咁佢每個神啊，真係有個人噶嘛，一個啊嘛嘅。但係耶穌咧，好多個耶穌好似 cosplay 咁嘅。嗯。咁啲人問佢點解有咁多個耶穌咧？佢話冇啊！你哋咁多個唔同嘅教會啊、宗教咧，信嗰個都唔一樣噶。所以你哋有咁多個唔同嘅基督宗教咧，今晚有咁多個耶穌。所以其實個畫面其實都好震撼。幾過癮嘅嗰個。嗰集係啊，咁其實入面都有埃及神啦，即係可能大家又熟啲咁啊。埃及神就係開一個嗰啲叫咩殯儀嘅，嗯啊，負責做死人化妝嘅嘢啊。咁、因為其實佢入面弄咗呢個Thoth啦，同埋呢個即係 Thoth 即係智慧神、月亮神啊嗰啲，同埋個 Anubis 啊嗰啲嘅。嗯。咁啊，其實我真係唔知道咁樣拆解大家中唔中意，可能大家覺得偏悶咁，我唔知啊嚇。咁啊我哋略去講埋好其他，咁其他有一啲神就可能係啲阿塞羅比亞附近嗰啲啊，咁嗰啲可能就觀眾比較即係陌生啲啊，就係嗰個女仔咧，一個黑人嚟嘅，就係做妓女嘅，次次同男人搞完之後就成個男人食咗啊，喺個陰道度咁塞咗男人，咁嗰個其實就係嗰個國家嘅其實係女神嚟嘅，只不過嚟到呢、這個美國咧就寄人籬下咁樣咧，就要佢嘅能力就係、是，或者唔好問人，佢點樣維生咧？就係、是、要靠吸一啲男人，同埋好識得去好識得去 seduce 啊 ，seduce 中文叫咩啊？誘惑鬼誘惑係男人咁樣。咁啊其實仲有幾個都講完㗎啦。其實仲有一個就好搞笑嘅，就一個咧就係、是、嗱，應該咁樣講，復活節大家都知啊。咁啊，你諗過啲人覺得就你以為係同耶穌復活有關啊，又或者同呢個復活島有關啊？咁其實原來又唔係嘅。其實咧，嗰、那個復活節嗰個嘅女神，其實你啊，我唔知你兩位睇完之後你有冇查嘅。其實你知唔知其實有咩民族啊？民族啊，係民族我又唔知喎。就係德國。哦，春分之神啊，係啦，生命啊，重啟啊，淫欲啊。春天啊，一個神，咁佢一個女人代替，咁佢入面講啲嘢就好正，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火車啲高手向，即係你對宗教要咁上下熟咧，即係你先 get 到嗰個佢哋嗰啲講啲對白嗰啲玩法嘅。咁我呢度入咗幾句就講完，喂，我咧係有必要同觀眾交代翻呢啲神代表啲咩咧，後面嗰啲先傾到，如果唔係咧，其實即係大家都一頭霧水。咁嗰個復活節嘅神咧，其實是女人嚟嘅。咁咧佢咁啊，奧丁就要揾佢啦，話你幫唔幫我去打新神？咁佢就奧丁就話：喂，其實你知唔知你俾呢啲世界啲人喺度玩緊㗎？因為點解咧？你啲人你以為拜緊復活節，其實唔係拜緊你啊，拜緊耶穌嘅啫，拜緊嗰個宗教，根本係即係困緊你嗰啲嘅。咁其實入邊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對白喺度咧，其實你真係要。即係好比較熟咧，你先係 get 到呢啲咁嘅 jokes 嘅。好啦，今日仲有啲咩咧？阿 Hero， 仲有啲乜嘢神就差唔多啦，新神啦，同埋一班新神可以講講，即係其實佢入面都好，即係你睇出嗰、那個佢嗰、那個視覺效果咧，其實係做得好點講咧，好呢、這個分好大嘅分別嘅。就係咩咧？舊嗰啲神咧，通常咧年紀大啲，有老道啊。同埋你睇出係移民嚟嘅，即係佢哋講嘢有口音嘅，
啊，即係佢哋講啲英文係充滿咗嗰種，可能意大利佬就意大利佬啊，蘇聯就蘇聯佬啊。咁近代嘅神咧，就係大家覺得好冇我個感覺，主觀啲咁講，我覺得好冇 feel 嘅，即係嗰啲 hip hop 啊，嗰啲睇 MV 嗰啲僆仔搖下搖下，好靚嘅嗰啲咁嘅，好高科技嘅嗰啲background 啊，揸埋啲 high tech 嘢啊，咁嗰個就叫 technical boy。嗱，你講講 technical boy 係啲咩？其實 technical boy 就佢個形象同小説就有少分別嘅。咁嗱，佢一出場咧，即係講翻電視版咧，一出場咧就坐喺架黏帽度，即係嗰啲房車入邊，咁啊好 grand 咁樣啦，又即係喺度食，即係類似吸食一啲毒品咁樣啦，個樣就係一個後生仔嚟嘅。咁佢有啲僆嘅喎，嗰啲僆咧就好科幻喎，即係冇樣喎，好似複製人。好 matrix 啊！佢好 matrix 嘅，即係佢嗰啲僆，因為佢有段橋段咧，就係揾嗰啲僆就嗰啲僆就打嗰個主角，即係想殺嗰個男主角嘅。咁但係咧就佢哋出嚟個即係演繹嗰個方法咧，就係好似一集複製人咁嘅樣。我你標翻啲觀眾同小説有咩唔同？小説其實佢一個集嚟嘅，如果冇記錯，小説佢係一個肥佬嗰啲肥佬嚟嘅。肥佬啊，即係其實佢係再 typical 啲嘅，即係話。其實佢咁樣講啦，小説就係還原翻我哋一般覺得啲網紅啊或者網民啊嗰啲咧，即係咧喺個網上面就冇得嘅，喺現實裏面咧就廢嘅，即係嗰啲肥啊、不修邊幅啊，除咗網絡、除咗電腦勁之外，咩都唔識啊，即係呢啲咁嘅。咁電視劇裏面咧，佢就還原翻佢入面點樣勁嘅嗰個又靚仔啊，成個 Just， 我覺得好似 Justin Bieber。我都覺得係，佢攞嗰個嚟做一個原型。係啦，又好囂張，係好囂張，又好冇禮貌。係啦，有冇啦？又年少得志嗰啲咧，對大人又唔尊重。係啊，係啊，係啊。咁佢我都覺得係佢攞嗰個原型。咁其餘嗰兩個咧，即係新神裏邊呢個 technical boy 啊，咁另外有兩個就叫 media 咧，就我諗大家有印象深刻啲嗰就係 X 檔案嘅葛丹娜探員，個演員做嘅。咁 media 咧，佢有咩特別嘅技能咧？其實佢就佢可以隨時入咗啲電腦熒幕出面咧。做入面嘅啲任何個角色嘅，咁其實佢已經用咗唔同好多我即 pop culture 嘅 icon 嘅形象出嚟，例如佢扮個瑪麗蓮夢露啊、David Bowie 啊呢啲咁嗰啲，咁呢係新神，覺得好得意啊！即係你覺得開始聽下咧，頭半橛有啲悶啊，之後你聽翻其實好似嚟料喎，喂呢啲都算係神傳媒嘅喎，之後仲有啲嘅，仲有嗰、那個我唔記得嗰個叫咩名，即係嗰個類似即係英文就比較叫 intangible 就係話我唔知中文點樣譯啊，即係嗰啲比較佢唔話事，有得你市場去呢個有得你自動調節，自動調整。其實佢代表股市，代表 stock market， 即係話係冇一個人去控制曬啲嘢，點樣做咧就睇入你哋啲民眾點樣搞啲嘢。咁啊大概就係呢啲咁樣嘅，你睇到新神同舊神嗰個勢力咧，其實就係、是。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我估就大概係即係都俾得即都有個籠俾大家知道咗，其實入面角色係啲乜嘢。咁其實入面有啲咩奇怪嘅元素，值得我哋講嘅咧 ，Hugo？ 奇怪嘅元素啊，其實就大家個睇即係睇嗰個故事啦。其實我補充翻少少正話所講嘅啦。咁就其實咧，好奇怪嘅呢、這個故事嗱。正話，如果大家聽阿傑子王講嗰啲神咧，就發覺新神咧其實得好似得三四個幾個，好少嘅。但係舊神就比較多嘅。但係點解會舊神比喺更多嘅情況底下，即係比新神更多嘅情況底下咧，都仍然係俾佢哋威脅到咧？越細啊！係啦，即係其實新神得三個左右嘅啫，基本上係啦。咁但係就舊神一大堆喎。咁但係問題咧，成套戲嗰、那個即係成個電視劇出嚟。演繹出嚟睇咧，就係、是、舊神嗰班友唔掂嘅。係因為講埋舊神其實仲有兩個係好都算重要，但係我哋比較陌生啲，即、就、係、是、我要同觀眾交代下，就係啲非洲嘅神。其實佢非洲嘅神出咗兩個，一個就係嗰個妓女嗰個咧，卡塞羅比亞嗰個咧。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是、嗰、那個叫做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但係咧，佢就係用一個蜘蛛嘅形態出，真係蜘蛛人嚟嘅，即係個神係蜘蛛神，係、那、啦、個啊，著到好 fans。因為其實以前美國歷史大部分有好多嘅勞動啊、奴隸都係由非洲嗰邊過去嘅。咁喺非洲其實都神都過咗去嘅。另外仲有一個就係愛爾蘭，差啲唔記得咗。愛爾蘭咧，可能
可能誒唔即可能住過外國嘅朋友可能明白我點講。其實我哋住即喺外國裏邊咧，對於愛爾蘭嘅人嘅人嘅印象其實好 typical， 即有少少 stereotype 少歧視就係咩咧？一定係大隻啦、高啦、粗魯啦、爆粗啦，另一個。個乳頭嘅鏈係好大嘅，要突出嚟嘅，一定要著背心，因為誒，咁喺入面其實就有嗰個完全 fit 到呢個角色，就係、是、個 Matt Sweeney 嘅，即係一開始奧丁都打一條靚嘅，就係、是、嗰個成日玩金幣嘅嗰個，嚇、咁咧因為其實愛爾蘭人佢有一種獨特嘅口音啊，同埋你可能黑啤出名啊，或者佢好中意酗酒啊，即係你嗰啲黑板印象，即係可能我講黑人啊，係咪？你心目中 low 嗰個 hip hop 嗰個嘢係多過你，我同你講一個白人咁啊嘛，即係有呢啲好 typical 嘅白人都分好多，蘇聯人咧就一定係某啲咁嘅嘢，咁其實佢入面有好多啲種族嘅 stereotype 做出嚟 ，which 就係我哋下面好想去講嘅，即係今日撇除嗰、那個open 咗好多好，但我驚我再咁講啲悶，不過我講咗啲我哋點樣去分析呢件事啊，等陣再講。就係、是、我會咁樣睇呢個作品，你睇嚟咧就覺得係一啲好摸不著頭腦，哇！聽我哋半集其實講乜㗎嘅一啲所謂嘅舊神就要 group 埋其他舊神嚟對抗新神，就因為點解咧？嗰、那個世界觀裏面咧，其實佢咁講嘅，呢啲可以 hero 陣間去補充一下，神同人個關係就有啲特別嘅。其實我覺得住喺香港嘅朋友咧，就等間耳明啲，即係咧冇人向嗰個神拜神嘅話咧。個神就越嚟越弱嘅，就個直接好直接就咁樣去演繹嘅。你覺得係咪啊 ，Hugh？ 係啊，因為佢其實套戲咧就除咗即係佢冇好少收話，即係新舊神有個直接嘅對打嘅場面嘅。但係調翻轉頭咧，其實大家都有啲暗中拉票。咁嗰啲票就好似阿鐵之王咁講啦，其實嗰個神咧要多人去崇拜佢或者接觸佢。咁先有力量嘅，所以咧舊神嗰批咧，其實一睇咧就好得嘅。好得，其實嗰啲佢記得咗佢啊。係啊，因為個個都譬如玩手機啊，咁咧踢波就好開心嘅。踢波一出場嗰時咧就好光猛嘅，成個畫面咧，好似 MV 即係好光猛，即係好華麗啫，好靚，好正。但係啲舊神一出咧就好暗嘅個畫面。哇！舊神令頹啦，即係佢啲譬如舊神人，坦白講，佢做啲工咧，全部係夕陽工業嚟嘅。即係而家邊人仲用人手攞個錘嚟打爛個牛個腦，然後去屠場，佢門口就會電擊啊，或者咁放血啊，全部電腦做噶嘛。做殯儀嚇啦，即係就做殯儀，但係做殯儀而家冇要人手縫啊，有冇整好多嘢即係做啲人手啊，嗰啲舊一代嗰啲人做嗰啲嘢。咁咧新神嗰邊就代表而家最 hit 嗰啲科技嗰啲傳媒勁曬啦，股票市場哇你玩曬啦，咁樣係咯科技 technical boy 啊嗰啲，其實 opening 都有講呢啲咩嘢，細節上如果大家想嘅，可能整集短片咁樣同大家講啊，呢度正轉唔講啊，驚啲悶。OK 啦，咁即係話咩咧？其實反而係用香港人的角度睇呢樣嘢就會明好多啊！即係咧，其實神咧係要靠我哋嚟揾食喎。係啊，其實就。變咗嚟講咧，其實即係好奇怪嘅，有少少大家諗，淨話傾開就係話，咁其實如果啲人拜，咁個神就收工噶咯喎，即係有少少演派，有少少咁嘅樣。所以呢個科幻古仔其實就係講緊咩咧？其實我似係啲咩，似嗰啲咩拉票啊，即係嗰啲叫咩選舉咁啦，好似選舉咁嘅樣。係啦，嗰啲同埋似咩你集中埋力量啊，即係啲有議席啊、政治嗰啲我唔講啦，呢度今日。即係你會睇得出咧個科幻片好笑嘅地方係咩？即係原來神唔係你想象中咁全能嘅啫，而神咧就好似而家香港某啲宗教咁樣宣導咩咧？幾個宗教可以撈出嚟？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好，香港都好 American God 啊。你有聽過一樣叫咩釋道語啊？有，其實你會覺得就好得意喎，即係坦白講嗱，釋道語啊，理論上咧係三個唔同嘅宗，其實兩個嚟嘅，我覺得有一個根本都唔係宗教。儒家我 technical 就我唔覺得一個宗教啊，一個人嚟啊嘛，只不過做嗰時嘅思想家咁解啊，孔子啊嘛。喂，佛教咧就印度傳嚟中國嘅，道教咧就係中國自己衍生嘅一個宗教啦。另外就思想家，咁咧中國就因為我覺得少少唔係好有科學精神咧，就將呢啲思想家咧就不理對錯就奉為神，咁樣嚟一個不加思考地去再。就作為一個崇拜，而唔係真係參考同埋思考佢嘅
佢嘅思想嗰啲咩嘢，真係好慘嘅事。特邊 Q 過話會三個撈埋一齊？你哋話嘅係你哋話定個神話先？神從來冇話過，即係印度創教嘅人會話嗱，某年某日咧，中國就有個道教噶啦。嗱，某年某日咧，中國就有思想家，你三個會撈埋一齊噶啦。咁佢冇同你講過喎。咁究竟呢件事係人做啊，定係神做咧？人造神係啦，所以我覺得其實香港亦都好有潛能拍呢啲荒高歌嘅啊，只不過可能即係我唔知道，其實會變成一個笑片啦，但係唔係笑片，即係其實入面有好多諷刺嘅元素。而係啦，我又點解會提起香港呢個你要用呢個切入點去睇 American God 嘅，其實你先投入到嗰個喺西方文化上面。他怎樣看那個宗教，即是我覺得是應該是這樣的。而且其實他那些所謂新神，好像剛才你所說的，都不算一個宗教，即其實媒體啊、Internet 啊、即 Stock Market 那些東西，其實都不是一個宗教，但問題他的故事就是演繹，就是將它變成就是很多人接觸人化，人又不可以失去，即是譬如 Internet， 哇，突然之間，譬如現在今時你說摸上網，那些人直頭即是上街遊行啦，係咪先？咁其實呢啲唔係宗教嘢，但係你不可以缺少啊！即係你已經 get used to， 你一定要有呢啲嘢，你先生存喎。係啦，呢個 point 咧，我覺得又正，正正就可以從呢個位置入到我哋嘅即係藝康分析嗰啲咧，就啱啱嚟到嘅。即係我係會咁樣睇，你覺得而家啲人睇 internet、睇 stock market 同埋睇呢個傳媒咧，唔係神啊！但我咁睇喎，我覺得其實你係用緊一個宗教嘅角度嚟睇佢。我哋拆解一下。首先 ，internet 講啲嘢，而家開始有啲人醒目咗啦，就問話睇啲嘢唔好信住，叫住 cross reference， 即係話唔係話個傳媒其實都諗到，因為傳媒係要靠 internet， 個媒體講俾我聽啊嘛，全部都有個股價噶嘛，即係佢哋有嘅咁樣，佢哋咁即係公司嘅成敗咩？全部其實三樣嘢掹出掹啦，你嚟唔到，而你唔會質，同埋你冇能力去質，你憑一個人。你怎可以打冧佢哋先？我記得史諾登啊，爆料啦啩，係咪先？維基泄密啊，爆料啦啩。一個人咁勁啊，憑一人或者一小眾 hacker 之力啊，對抗呢樣嘢。喂，你都嗱係咪？係咪你覺得嗰啲人係咩異端啊、搞事啊咩？其實你睇而家呢啲咁嘅 internet 嗰啲咧，你好難去質，就算質疑咗好啊，好難 proof 啊。你其實你身邊有啲比較嗰啲愚民啊，即係嗰啲比較。冇乜點諗嘢啊！日日過嗰啲咧，其實佢唔會去質疑噶。而佢只要由 internet 吸收嗰啲資訊之後咧，佢堅信不疑，你係改變唔到佢嗰個思想思維。一改變咧就冇 friend 做啊 ，unfriend 啊，嘈交啊。例如啲咩啦？我呢幾日成日都同人哋講翻啲，譬如911嗰啲咁嘅 conspiracy 啲陰謀。都講翻個現象就係話咧，他們知道的字，因為他們不在現場嘛，除了那一小撮美國人之外，大部分美國人都不在現場嘛，聽完之後這個呢，其實他就信了，然後就說不是的，我不是說你好像一定要信我的理論，我就問他，不如你想一下會不會這樣很多疑點呢，這樣不合理，然後呢好像宗教上身一樣，即等於說你有沒有想過其實神是不存在，你怎麼可以這樣想的，不可以這樣，然後他就說九一是不可能會有其他可能性的，只會是電視播那些，而為什麼呢？因為電視都播了，那個 point 是一樣的，你為什麼不可以質疑神呢？因為我從小到大呢，我神即是我那個國家或者那個民族的地方呢，給我說，告訴我神就是這樣或者聖經寫了，對，或者某些這樣的國，即是某些宗教給你看，然後我知道就等於什麼，那你那本聖經其實跟那個 internet 的新聞一樣，新聞都寫了，喂，我的宗教本書寫了， OK， 那我再問你，你寫了可能錯的嘛，可能經過刪改有什麼，你一質疑一句就沒辦法談了，其實是一樣的，我覺得。回來第二節了，剛才我們第一 part 就講到去關於一些 background 的東西先，最後就講到去一點關於跟現在的人，我覺得啦，看科學、看 internet、看資訊，其實都用一種宗教盲從的角度來講，有沒有一點個人思考。我見你剛才說好像有些回應，是吧？你有什麼想說？那我先說吧。首先，剛才回應回第一件事，就是你會覺得，為什麼他的劇裡面，例如他眾神那樣，
好多人都好多都唔會用翻佢自己嘅本名嘅，你會發覺佢個角色名係入邊第二個名咁樣啦。啊，咁當然呢個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佢要各位觀眾易記啲，因為嗰個神嘅名咧，嗱學你話齋，希臘神、埃及神、埃塞俄比亞神，哇呢啲名字如果講出嚟，你知好好長嘅啲名都。同埋唔係英文嚟噶嘛，同埋冇懸念咯，係啦，你講翻就知啦。同埋即係你講出嚟，你真係講真係係嗱呢啲名係好冇效率嘅，因為你係唔會記得噶嘛。係嚇，咁雖然好獨特，咁樣所以佢又要用另一啲名啊。但係嗰啲名係啦，佢除咗其中一個功用係俾你易記啲之外咧，其實嗰啲名其實你追溯翻咧，佢係落咗一啲心思嘅。呢啲名追溯翻，你就知道其實俾曬天使你話咗俾你聽邊個神嘅。奧丁，我舉一兩個算啦，因為太多啦，我費事穿曬橋啊嚇。奧丁嚇，點解叫 Mr. Wednesday 咧嚇？咁你奧丁咁你當然啦，奧丁咁你中文啦，咁你英佢根據個英文嚟譯嘅啫嘛，其實佢唔係根據佢原本個冰島係啦呢個神話嚟，呢個德歐呢個神嚟譯嘅。啊，咁你原本佢英文奧丁嘅真係 O D I N Odin 嘅啫，但係其實咧人哋嗰個寫法咧轉翻做英文個寫法咧。你係亦都好好容易會諗到，係啦 ，Odin， 咁你佢個冰島話係啦，係W O D E， 其實即係 Wednesday 係譯翻，咁而亦都順帶一提啦，星期四 Thursday 其實即係多，即係女神啊，咁其餘嗰啲唔講啦，好啊，另一個講多一個例子嘅啫，咁有個黑人 Mr. Nancy 就喺呢個黑人奴隸船嗰度突然間出現就拯救佢哋，叫佢哋就造反咁樣啦。嗰個就係蜘蛛神啦，我話叫。係啦，咁呢個其實就係因為啲黑人係嚟自非洲啦，或者係啦，咁呢個神咧其實原本叫做Nancy 係加勒比嘅神嚟嘅。咁當然啦，咁其實佢都俾咗個提示你㗎。佢一落去個船底嗰度，第一次出場，咁有個黑人見到一個黑奴，見到佢已經叫咗佢個名字出嚟㗎啦。咁當然啦，就大家都未必會好留意嘅。佢淨係話跟住隨即佢話佢叫 Mr. Nancy 咁樣啦。咁當然呢個 Nancy 其實點嚟就係、Nancy 嗰度抽出嚟嚟咁樣嚟要等大家易記啦。咁當然呢個名好。佢改得好 dramatic， 你覺得係好易記啦。一個男人叫 Nancy，Mr. Nancy 咁樣，咁佢呢啲安排佢好巧妙，亦都做到俾你好容易記得嘅咁樣啦。咁嗱呢個嗱其餘嗰啲名字就唔講啦，呢大家自己翻去猜下。同埋我頭先要更正，我頭先講嗰個妓女嗰個咧，我講錯咗，嗰個唔係阿塞羅比亞嗰個。喂，嗰個係埃塞俄比亞，嗰個係士巴女王嚟嘅，其實就係、是，係啦，即係佢喺呢個嗰啲叫咩伊斯蘭啊，同埋猶太嗰啲民族啊，嗰啲嘢係有講過嘅。我真有其人嘅。嗱，但當然大家如果係中意神秘學嘅，亦都知道佢同呢個所羅門王有一段有一手，亦都生咗個仔啦嚇，咁個仔亦都偷走了呢個約櫃同埋約板啦，即係如果係從神秘學嘅嘢嚟講啊，當然事實係咪咁冇講過呢啲嘢嘅嚇，係啦。好啦，咁啊講到呢度，頭先就啱啱就講到去宗教嗰度啦，即係咪宗教同呢個現代科技啊？大家仲有啲咩咩想講咧？嗱，我講先啦，不如跟住 Hero， 我知道有一點啊，亦都好重要，佢想講。咁嗱，首先你話科技和宗教關係有一個共通點的，就是除了信這件事之外，其實就是對那件事的依賴性，你對宗教你依賴什麼呢？就依賴那個神來做一個依歸，當你
訴求嗰陣時，你要依賴個神啦、啊。我會覺得係有一個解釋嘅理由俾你，即係譬如話，我點解會地震㗎、啊？喂，點解會啲谷物失收啊？點解我出船就會遇到風浪？佢就整一個異人啦、啊。哦，你擊落咗個海神，你咁海神咪會整啲嘢嚟整翻你啲船？咁你點啊？係咪sacrifice 即係犧牲啊，或者嗰啲叫咩？我唔知叫咩嗰、那個儀式，嗰啲叫咩？燒人嘅祭，祭一個人係啦，咁啊打山莊嗰啲，其實呢啲，咁咧你啲人就會即係咪啊？你即係呢個都係心理學嚟㗎。你以前古代咪咁多科學㗎嘛，就要靠一啲嘢安撫人心。即係以前就話嗱，有個神喺度嘅，你做咗呢啲 step 嘅話咧，因為你真係落手落腳做㗎嘛，人係咁嘅，你落手落腳就會安心啲嘅。雖然呢啲未必係真的，做完之後你覺得。啊，係啊，係啊，即係好似有個解釋俾佢，咁啲人就會信嘅。咁而家嘅科學咧就係話，其實你都揾個解釋啫嘛，就是、只不過我係唔揾神，我係揾科學做解釋。嗱，我揾個科學家就當係啦，唔關宗教事啊，不斷地做實驗 ，put 做啲嘢嘅。哦，所以呢個就啱噶啦。咁啊，你又信咯？其實某程度上大家講緊嘅嘢都差唔多嘅。不過依歸就係你古代嘅宗教就係你有啲咩頭暈身興啦，有啲咩嘅解釋唔到嘅嘢，就揾佢解釋。就係啦，咁你變咗佢係一個嘅依歸嚟嘅，佢係解釋曬所有嘅嘢嘅，即使嗰啲嘢其實係冇得解釋嘅，冇可以解釋嘅。咁你係啦，你本身你嘅家宅平平安啦嚇，你嘅子孫會唔會繁衍到落去啦？所有嘢你都旨意曬佢，應該係咁講。咁、你好啦，咁你擺翻現代嗰個科學嚟講，你個依歸就係、是、你所有你嘅頭暈身興啦嚇、你要食咩藥啦嚇、所有科學嘅嘢全部即係都係靠科學呢樣嘢去解釋啦。同埋你係冇得質疑噶嘛。係啦，除非你勁過佢，咁你亦都係係啦，又係全心全意咁去信奉佢啦，同埋冇得 say no 啊！即係點解話個相似係你以前，譬如喺個民族度，你話你唔信神，你就差唔多俾人排斥，死得咁滯咯，係咪先？其實你而家都係啊，嗱，試下而家調翻轉啦，嗱，我完全唔信宗教，我就係信我某啲，其實某人上，咁我身邊喺社會啲人點睇我咧？怪人咯，呢條奇怪，唔信科仲噏埋曬啲咁嘅嘢，妖言惑眾乜乜。咁其實我都死得㗎，喺呢個社會係咪唔講咩？即係科學喺而家嗰度係一個類似壟斷啊嘛，你一定要信啊嘛，你唔信就得㗎啦，你同我哋唔係一 group 人嚟就會俾人排斥啊，都有呢種咁嘅都有嘅。咁樣變咗出咗嚟嗰個效果就係、是其實佢哋嗰個有個共通點就係你都要好全心全意咁去信。當然而家信科學嘅人就你俾好多人聽翻就。點同啊，大佬？科學係有根據噶嘛？宗教你係 proof 唔到究竟佢有定冇噶嘛？不可被印證的係啦，當然亦都你都唔可以 proof 佢係冇。當然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拗嘅，咁但係就有一種即係共通點就係你以佢為一個依歸去解釋嘅一切咁樣。咁回應翻你頭先有一度佢個劇入邊啊，就眾神就要依靠。人類的供奉嚇嚟、到支持佢個力量會唔會強大？咁當然呢樣嘢嗱，你喺中國嘅社會你好容易理解嘅，因為你嘅香火啊嘛，即係你拜神啊嘛嚇、所以你中國都即係中國都係，你有一啲神係特別好出名，亦都我諗有啲神係沒落咁樣嘅。其實我覺得衰啲講句，其實嗰啲真係貨金嚟喎。即係神同人嘅關係，即係你中意佢啊，你課金佢咁咪可以再整啲新 chapter。你唔課金佢喎，嗰只 game 冇得出。其實而家真係行緊呢套，你諗下嗱，無論電影、遊戲啊，某啲咩作品，其實而家就行緊呢套嘅。嗱，我做咗一個 season 咁啊，你中意嘅可能買啲或者支持，或者 game 可能就話你用 Kickstarter 啫，你預先俾我先啦，就我做一個 beta 版俾你試玩。你中意嘅就嚇預先買定只 game。啊，咁啊，我哋呢就我嘅資金，我開發嘅資金嚟嘅。如果我唔達到唔一個數，譬如我呢個資金要$500,000，我籌到20,000，眾籌籌到20,000咧，冇得出噶啦。嗱，其實同實嗱可悲地，其實即係呢個以物易物呢一樣嘢咧，即係嚇咁。其實古往今來咧，就咩國家都係咁。咁其實佢呢個觀念咧，其實你剛才你講會覺得香港人會好熟啦，因為 你拜神，你其實就是香火啊嘛，即係你廟供奉佢嗰個神又話會旺啲咁樣嘛。嗱，其實外國一樣噶，佢哋更加易明點解咧？因為特洛伊戰爭，即係呢木馬屠城嘅呢個 Troy 嚇。如果你有睇呢個希臘羅馬神話咧，其實佢哋即係
點解打仗呢？嚇，起源就係宙斯，即係同佢啲仔女。點解會大家呢個一家人都要對女，跟住然後拉攏其他嘅神，兩邊咁樣打呢？就係起源於就係因為物人嗰個就係為女人啫，喺人間嗰度啫。佢上面點解呢？就係因為特洛呢個城，這個城就信奉某一啲神，係啦，咁你信奉嗰啲神，咁佢哋嘅力量自然好大啦。即係佢哋嘅世界觀就係、是、咧，你拜得佢多，佢個就會好大噶啦，佢個能量。你拜得佢少咧，嗰個神就好弱。其實呢、這個佢個 American God 其實就係用翻呢、這個骨架。係啦，咁而另外咁好自然啦，特洛伊唔拜嗰啲神，嗰啲神就好憎特洛伊啊，所以就要阻止佢咁做，所以就兩邊開戰。咁而另一邊為咗要即係要同特洛伊對壘啊嘛，咁嗰啲人咁而有呢啲神又自愿話肯幫，但係當然啦，點會係無條件啦、啊？即係呢個以物易物嘅就係、是，咁我咪拜下你咯，我丟你啲像啊，即刻叫啲人即刻拜，一拜你嘅力量就勁，咁你力量就勁，你又幫翻我，其實咧就一個係交易嚟嘅。其實係神嘅政治角力嚟嘅喎，好政治嗰啲牽涉。派別啊，即係呢啲咁啊。係，其實所以點解即係好多人都話，究竟係神做咗人定係人做咗神咧？因為呢個神係有人嘅性格嘅，點解仲要係呢啲係好自私嘅個性添？仲要係呢啲係人諗出嚟嘅嘢嚟嘅喎。咁所以點解啲人古往今來都有一個咁樣嘅疑問？我見 Hero 啲嘢想講係嘛？其實就補充都係補充翻少少啦，正話大家講嗰、那個崇拜科技嗰樣嘢啦，咁其實就都係嘅，即係因為其實大家都，譬如而家一有咩頭暈身興或者有咩問題，咁通常大家都 Google 啦，或者醫生啦，或者 Map 啦，咁樣去揾啦。咁所以我覺得咧，某程度上嗱，我個人意見嚟嘅啫，呢樣嘢就我覺得係嗰個作者啊寫呢個故事咧，其實就有少少影射科學教嘅。即係美國科學家 ，Scientology 係啦，咁因為佢 claim to be 亦都可以解釋到好多嘢啦，用透過科技嘅，咁但其實去到某一個位咧，都係有啲宗教 feel 咧，如果大家即係我唔講太多，今集就唔係講科學教啲嘢啦，都可以解釋得咁所以咧就變咗嚟講，我就覺得係非常大家正話所講嗰樣嘢咧，其實我自己就有少少咁樣去推斷嘅。我就反而咁樣諗喎，即係科學教咧，撇除我哋個人覺得，這個係咪一個好嘅宗教或者點點點，即係我哋今日唔討論。係冇錯。但係我覺得純粹講，如果即係以事論事咁樣講科學教呢件事，我覺得咧又冇啲乜嘢話咁離經叛道，因為點解咧即係坦白講你睇下每個國家嘅時候，我哋頭先第一集講咗好多個唔同國家嘅神咧，其實都有個共通點嘅，即係佢身邊嘅環境嗰啲咧，就會好自然地咧就變成佢形容嘅神。呢個好即係我哋做啲咩啊？民族學啊、人類學啊嗰啲，亦都講啲嘅。即係譬如話，點解某啲國家咁中意用石嚟做一啲嘢？有啲人中意用木啊，譬如話非洲啊，定唔知用啲邊個國家？呢啲國家因為佢冇金屬啊，所以佢完全係冇呢個冶鐵嘅鑄鐵或者叫冶鐵，我唔知叫咩 smith 啊嘅呢個工藝啊。佢知有咩？佢嗰度有啲石係好，即係比較好利啊，啲硬啊，就會圍成一啲，即係用木啊，再嗰同埋佢啲當地好利嘅石咧，就打造成一啲石嘅兵器，都利嘅，都斬到人嘅咁啊，但就唔係金屬。而我所講呢個 example 係點解就係話，咁你睇下佢黑奴嗰、那個唔係黑奴，即係嗰個非洲嘅地方咧，即係黑奴成日崇拜嗰啲神係蜘蛛，嗰度有好特別嘅蜘蛛啊嘛。奧丁點解成日都要講冰雪來臨啊？咩喂？北歐地方就係咁凍㗎啦，係咪先 ？OK 啦，咁現代啦，喂，我哋最身邊嘅嘢就係科學啊嘛。咁如果某一班人嚇想用呢啲嚟解釋翻，即係當同宗教咧，咁我覺得其實啊，係一件其實好正常嘅事啊，即係遲早會發生就得。我唔係話認命同嗰個宗教啊，呢個我要講清楚啲。我唔係話認命同Scientology啲嘢，我先講佢咁樣演變，我覺得係必然。而你看得出就算沒有科學教的話，其實我們現在對於那個科技或者對於網上面的東西其實是依賴的。你有沒有廣東話講句啊，你有東西問 Facebook 的時候，你前面加過什麼字啊？Facebook 大神嘛，你聽過這個字啊？我求救啊，什麼什麼什麼啊，什麼什麼啊，那有一班人呢就而
嗰個其實個 network 其實我哋係一小一小一小嘅絕嘅部分啫嘛。嗰、那個咁大個 network 咧，其實係我哋真係好似當佢神咁拜。而頭先就 Hero 同埋阿 Eddie 都講咗句，究竟呢個 Facebook 呢嘅我哋當係神好似好勁咁啦。喂，其實都係我哋做出嚟嘅。咁究竟邊個製造邊個？邊個依賴邊個咧？其實我覺得真係嗰兩個字咧就。可能香港人比較幸福啲，嗰兩個字就真係解釋到成件事好簡單，真係貨金，即係冇下面推上去咧，其實上面嗰周圍嘅偶像嗰啲係存在唔到，係撈唔掂，即係好似用撈啊，襟唔襟啊，撈冇得撈啊，就好似啲明星咁樣咯，有少少。係咯，你明星啊，明星哇好勁，我哋當佢偶像哇，佢啲戲即出，你想一樣你全部霸埋啊，佢個明星即刻冧嚟講，即刻冇 job 做。其實就是一個咁嘅嘢咯，即係我覺得其實宗教都唔係話啲好，即係又唔係話大家想象中嗰啲咁冇得傾啊，咁唯一啊嗰啲咯。同埋就我自己做，即係除咗正話補充完呢啲啦，咁我再少少即係睇呢出美國眾神咧，咁我就覺得仲有少少嘢佢可能想帶出嚟講嘅。咁因為就譬如大家睇翻個故事啦，咁咪有個故事就即係既然拍穿 Q 人拍講啦。咁其實奧丁就為咗想招攬嗰個主角啦，即係 Shadow 啦 ，Shadow Moon 係啦，咁咧就使還手啦，叫做嚇，咁所講咧就殺咗佢老婆嘅。咁其實我呢 part 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亦都演繹緊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神所做嘅事情咧，就唔係話 exactly 用人嘅角度或者價值觀去衡量人嘅善惡，係啦，即係冇咗呢個善惡之分，因為問題係其實奧丁咁做，佢都唔會話解釋俾你聽嘅，即係佢如果有需要。咁佢咪做咯，佢亦都冇一個即係話我要使乜同你解釋啫，或者點即係為咗佢達到佢嘅目的，咁佢就會做一樣咁樣。即係喺人嘅角度咧，佢覺得話你即係玩我啫，神都可以咁噶嘛，神都咁蠱惑嘅，咁唔誠實。即係有時呢、這個就係、是、可能古代啲人咧就會比較明白呢一點。其實有一集咧，其實我好想講日本嗰啲神話，因為其實日本咧就比較相對嚟講喺亞洲國家嚇同中國嗰啲拜嗰啲神，對於神嘅觀念就又有啲唔同嘅。神嗱喺中國嚟講，其實啱啱講咧，雖然我哋喺香港都好近中國，其實香港人對於中國神嗰個印象同概念都唔係好熟嘅。我所以講句咧，就算喺中國入邊啊，對於神啊都唔係好熟，即係唔係就係神同佛，其實仲有好多嗰啲噶嘛。咁喺日本咧就得意啲啦。佢日本因為其實日本都係一個其實都係移民國家嚟啊嘛講，日本嗰啲我講緊神啊，即係佢有佢自己當地嗰啲衍生嗰啲啦，又有唐朝、漢朝時入中國大入嗰啲啦，又有啲日本都有啲天主教嗰啲㗎，開咗船之後葡萄牙船咁有嗰啲啦，即係而家馬田洗嗰西施拍嗰套已經講咗啦。咁咧喺日本嘅神裏面咧，佢哋嗰啲神就真係好二元嘅，即係即就同希臘嗰啲有啲似啦，即係呢個神咧係代表嘅生命啊咩啊嗰啲嘅，就同一時間佢代表死亡。咁因為其實日本係一個好多環境災難嘅國家，成日火山爆發啊，有地震啊乜嘢，咁佢就用神嘅嗰個兩面性啊，即係得閒就嬲一嬲就哇冇面比啊，搞到你滅絕啊咩一好啊就啊又咧耕種啊又有咩嗰啲。所以其實日本人就比較明白呢種，即係喺亞洲嚟講，日本人就比較明白呢種雙元嘅嗰個概念。其實印度都係，印度神都一樣嘅，卡利亞嗰啲咩都係，畫到好恐怖添，哇！即係好重口一個宗教，畫到嚇掛曬啲人頭啊、藍色啊、勁多血啊、咩啊、統算啊、咩孕育生命啊，即係乜都俾你講曬。將來香港人嚟講，香港人就比較少做呢個神一定咩至善啊、至全啊，神點會對你做啲唔好嘅嘢？咁啊，就係每個宗教嘅嗰個睇法唔同咯。雖然嘅，即係嗰條你接觸得多元啲嘅話，其實你個眼角闊啲咧，你會好玩好多咯。我覺得你喺呢個人生裏面。咁啊不如我又再講多個 point 啦。到時我哋一齊再傾啦。咁啊就楞到去咧，我話睇 American God， 雖然表面上喺我講神國力，同埋但我會咁樣睇，其實暗地裏咧，佢係講一個。民嘅文化，就借神，因為佢咁講喎，佢個場景全部啊，大部分都發生喺美國噶嘛。點解歐洲神嚇、印度神啊、斯拉夫即係蘇聯啊、俄羅斯嗰邊嘅神，
會走過嚟美國，喂，因為嗰班人咧移民過嚟啊嘛。咁咧，其實暗地裏，我覺得咧，呢個就好得意嘅。呢個住喺英國作家寫一啲關於個美國味道嘅嘢，都好犀利。Neil Gaiman， 雖然英國都好多多元化嘅人種啊、種族喺入面，因為佢聯合王國啦，哇，熄埋燈添，好恐怖，真係 American Gothic 咁樣，即係三人夜話嚟喎。但有啲 foul has a feel 喎，呢啲我真係開始驚，即係我覺得點解我喺度？即係其實咧，有咗講句即係錄音室咧，即係已經都盡量做到極限嘅，我哋。即係其實我哋人手又唔夠啊，器材又即係有時用下用下，可能啲損耗啊嗰啲㗎。咁啊，睇下我哋到時盡量睇下可唔可以有啲upgrade 啊嗰啲，即係如果大家少贊助咁，可以同我講嘅，咁我可以俾啲 link 俾你，即係咪？你睇下即係要啲香油，要啲工。係啊，係啊，啱啊，呢個有油得啊，需要油得。係啊，呢個真係我覺得，因為供奉啲盞其實都好現實㗎，即係你人即係人同宗教同拍拖一樣，你不斷地放嘅話，其實某位會完㗎。其實真係有個對比，即係我諗即係神都要起碼啲人做翻啲嘢，咁佢先可以繼續。今日就完全體驗到啦，即係燈都冇埋咧，走埋音嘅。咁啊，講下其實點解會諗到移民呢個國家？Okay. 即係我會咁樣睇嘅，即係你話點解啲舊神咁頹咧？就係話你一個苦落平洋啊，呢個移民去到新地方，其實你嘅宗教啲人都覺得不處一回事，即係有嗰個叫咩猛虎不及地頭蟲啊！即係我個國家，喂，我以前咁勁，我真係嗰個做妓女喎，以前女王嚟喎，女王嚟到呢個國家都要做妓女，仲要佢係黑人啊咩？你諗呢？其實成件事好出㗎，即係同埋神啦、啊，當然喺某啲國家嚟講，當然佢有眾神，即係有啲宗教觀係一個多神嘅佢，咁 OK 啲。但係有啲國家或者有啲嗰啲。對於神的觀念是那些叫一神論嘛、即以我除我之外別無他神、但這個世界就是這麼現實的，你去了一個移民國家有一個採挑你，你有你的神，我的神根本就是一個大集會這樣的，那麼人就到了那時候你才要進化，你就說原來世界這麼大的，原來世界不是只有一個民族，不是只有一個神的，那神和神之間又要怎樣 去做一個、那些叫做、交流啊，點樣平衡呢？其實我覺得呢套片嘅個暗地裏個重點其實就係講呢個，而即係講咩？即係講緊美國嘅人嘅種族，即係我會咁樣有呢個咁嘅 point 去講到，大家點睇咧？你覺得？Hugo 講先。其實就我覺得佢好諷刺嘅，就呢、這個呢度即係呢個角度去睇，因為咧成件事咧嗱，第一其實美國本土。真正的美國人就是supposed是紅花嚟啦，咁由其他國家的很多人去殺咗啲紅花 ，take over 喺嗰個地方，當自己是嗰度啲居民啦，咁樣，咁咧就產生了很多問題嘅，即係譬如話黑人、白人衝突啊，種族歧視啊等等啊，其他嘢啊咁所以其實按呢個咁嘅環境底下咧，即係好似阿 Eden 所講咧，就變咗係講係。有咁嘅 conflict 啊，長期都有啲咁嘅 conflict 喺度嘅，即係黑幫 mafia， 意大利又有意大利佬，又有其他人走去嗰度啊。而家又有墨西哥問題啦，即係之前又要起牆啦，即係蘇聯幫派咧，係啊，有蘇聯幫派，即係好多唔同犯數嘅人咧，其實喺一個地方入邊咧，就好似打緊仗咁樣。咁所以睇翻啊，拍翻譬如《美國眾神》呢套劇咧，就所有神就跟住嗰啲人一齊去嗰個美國啦，那個地方啦。咁跟住就有一啲咁嘅，即係叫紛爭出現咯，即係或者就覺得係咁樣，可以即係呢個一個另一個有趣嘅角度去睇。好啦，咁我又想即係其實就呢、這個就去翻我嘅一個嘅睇法咯。佢雖然叫 American Gods 嚇，但係你會奇怪佢點解入邊又會有一啲明明唔係我哋認識嘅經典嘅神嚟嘅嚇，有一啲。新嘢，例如有科技、有媒體、有股市，係啦，點解咧？就會覺得係啦，佢即係唔單止係用咗啲神去擬人化，其實佢每個神啦、啊，或者呢啲technical boy 啊、media 呢啲咁樣嘅神咧，所謂咧，其實全部都係代表著緊一種價值觀。
即係你人嘅一個信仰。嗱，信仰呢度我唔係指一定係宗教信仰啊，唔係唔一定係 religious 嘅 belief 啊。你信奉一個主義都可以係一個信仰嚟嘅。咁所以舉凡你係宗教啦，你係科，即係你係科技上啦、生活上啦、藝術上啦。政治上你都可以有 belief， 即係你嘅價值觀，係啦，你嘅人生觀，係啦，一個人甚至可以有幾個 beliefs 㗎，唔一定要係一個㗎，嚇，咁所以佢變咗佢將其實佢應該係將一個信仰嚟到擬人化咗，咁當然啦，咁當然有一啲我哋認識嘅神啦，點解咧？因為個神本身就都係代表咗一啲價值觀嘅，嚇，即係例如耶穌咁樣啦，咁大家都知道係代表咗嚇，即係佢要有係啦，咁佢係要愛世人啦，即係你要友善啦，對人你要有真善美咁樣啦，嚇，咁當然佢亦都會有其他嘅，例如佢個士巴女王咁樣嚇，佢代表咗一個即係生機啦、生育啦咁樣嘅繁殖咁樣，吸取男性嚇，壯陽唔係啊，取陽補陰啊，當然佢就。即係會係放大咗，或者係將佢戲劇化咗，變咗係情慾啲，係啦，情慾啲咁樣啦，嚇咁所以我會覺得佢嗰個劇，你可以將佢將佢呢個劇個意思，你可以將佢 apply 為呢、這個即係移民，我覺得亦都無可厚非。點解有你呢個咁樣？因為佢亦都係有古今中外唔同國籍嘅神咧，就大家聚首咗一堂，咁佢而家就變咗咧，就大家要有一個爭地盤啦，你可以咁講啦。同埋我會咁樣睇咧，就係點解話我話嗰啲移民國家嗰啲人特別有共鳴咧？就係話如果你唔係一個移民國家嘅話咧，你好難去俾一個寬容到俾自己話，除我以外還有其他民族或者神，因為即係譬如好似我媽，我細個喺澳洲大，其實澳洲是一個移民國家嚟嘅，咁我哋就完全明白。我行落街，因為啲同學咁啊，有啲就黑人，有啲就白人，有啲嗰啲島，我哋叫 Islander， 即係嗰啲島國毛里啊、Solomon Island 啊、咩 Papua New Guinea 啊嗰啲咧，你發覺你同啲人傾偈咧，其實佢真係有唔同嘅 OS 㗎，即係等於 Android 同Mac 咁樣，其實哇，原來你係咁啊，喂，我係咁嘅喎，喂。你唔食得肉㗎，一就好多啲奇怪觀念對於個宇宙嘅睇法，突然間變咗你一生出嚟就係睇呢啲嘢大嘅時候，你覺得我咁有咩大不了啫？咁世界就係咁多啦。但係有啲國家唔明點解有啲國度而家打仗啊？即係譬如話，因為有啲國家就係話佢嘅國家係唔用緊其他宗教，一叫國教啊。即係你一生出嚟喺呢個國家度生存，你就一定要有呢個宗教。而且你不可以去轉的，轉一件即是他的國和教合一合一你結婚呢，譬如可以由猶太啊、以色列，如果你要結婚的話呢，你就哦，那一定你的對方都是要信這個教，如果你不信要搞很多這些條俗，不像話，因為我們香港算是這個沒什麼特別宗教背景的，即沒什麼特別，不是說沒有啊，其實聖公會就是英國啊那些不說了，但是雖然我們很 free 的嘛，我們沒有這個概念，就是說而且會有衝突，我哋冇乜衝突，你信教咪你信教咯。但當然而家越多就因為有某啲宗教嘅嗰啲宣揚手法啊，實在太過可能過分啊，又或者表裏不一致啊，即係你口講嘅仁義做就一啲少少揀嚟啊。我今日嚟講呢啲嘢，但係我會覺得，而且仲有一種就係嗰種苦樂平洋嗰個重點，其實我想加嘅就係話你移民咧，其實啲寄人籬下咧。其實坦白講，你無論你自己覺得自己點樣勁咯，其實你都變咗一種好衰啊，有啲二等公民咁感覺，因為你去咗其他個國家，咁因為你就 under 佢啊嘛，就無論你以前點樣拜呢個神，呢、這個神點樣，你嚟呢度都要聽我講先嘅，我先係呢個國家最大，因為呢個政治體係咁，而嗰種感覺其實我會好深深，即係我有呢個印象，有呢個感受深啲，就是、因為。可能我自己都去過嗰啲國家啦，我都明白嗰啲人點諗啦。同埋你想問，其實你香港係咪咁咧？你而家都係噶。其實有個你 feel 就係某嗰個國家係有個好大嘅嗰種好無形嘅嘢。你喺嗰個 American God 嗰度就會講呢個就係新神用科技籠罩住仔。咁呢個世界我哋玩曬，你嚟就 either be one of， 即係你 either 即係同我成為一體。呢嘢就我懟冧你，冇第三個 option。其實香港而家都係嘅，你嗰個政治環境啊，即係冇並存，係啦，冇並存，即係一係就 join 我，係啦。
一係就死，一就懟冧你啦。而香港而家發生緊呢啲啊，你睇下香港對於嗰啲語言啊、乜某啲嘢嗰啲程度啊，其實你諗下都慘㗎。即係我哋喺呢個地方不嬲大，唔知第幾代人㗎喎、啊、因為政權因為啲咩嘢啊，我哋就要學翻其他語言啊，我要調翻轉頭就你啲嘢啊 ，custom 又要改啊，你嚟又唔講我啲嘢，其實同舊神新神咁樣咧講嘢係一樣嘅。即係而家喺呢個地頭度，點解我就要跟你啫？咁理論上應該係戒餅啊嘛，各有各信噶嘛。你信蜘蛛神，我信嗰、那個女王，可能你又信奧丁嘅神，冇乜嘢噶。而家唔係喎，全部都唔掂喎，根本都唔信，就係咩咧？上網股票，其實佢講嘅就係呢樣嘢，呢種你無形嘅壓力啊，同埋呢種已經跨越咗呢個人種同種族啊。其實你上網啊、media 啊呢啲，其實你唔需要人中，唔需要宗教啊。咁係咪一件好事啦、啊？心神係咪一件壞事咧、啊？唔係壞曬，係咪好曬嚟？一定唔係。佢係好啊，好在佢再冇國界之分，係咪先？你全部人都上網，全部真係部手機，全部都睇電視、睇傳媒，全部全民炒股贏咪得。但係咪好？係咪一件好事咧？你抹殺曬佢嘅 background， 即係佢嗰啲佢話邊度嚟㗎？佢啲傳統啊，嗰啲啊，嗰啲文化嗰啲咧，其實又唔係一件好事。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就借呢個嘢講緊美國嗰、那個呢、這個民族或者個文化嘅危機。即係我覺得仲有一樣係冇大家都 miss 咗嘅，就係佢入面其實冇一點講到美國本土嘅宗教嘅感覺，即係印第安宗教。印第安嘅嗱呢季冇出現先啦，起碼我哋唔知佢下一季會唔會有Buddha 啦，因為你 opening 嗰度有 Buddha 啦，咁你道教啦，咁佢又冇啦嚇，或者好多印度嘅神啦，佢冇啦，即係東方嘅好多都冇嘅，日本都冇嘅。嗱，其實 opening 嗰度可以講少少嘅，佢暗地裏講咗一啲嘅，我就話唔記得，其實入面咧冇 exactly 講印第安嘅神，但係代表印第安好神圣嘅啲嘢有講，就係嗰個咧發緊著緊火嘅牛。即係 Shadow Moon 喺發夢就發夢，佢話呢個嘢咧喺印第安人嘅傳統裏面，覺得呢啲好神圣嘅嘢，其實係有楞到呢啲嘅。咁啊，同埋因為頭先我咪講過，全部都講啲外國，即係非美國嘅神啊、民族嗰啲啊嘛。其實 Open 都有講過類似嘅。Open 有兩樣嘢係代表正自己嘅美國，一個就係嗰個牛仔開槍嘅嗰個霓虹光管嗰個牛仔嗰、那個一幕，同埋咩咧？同埋一個就係有隻只鷹，因為美國嘅唔係話國徽啊，即係美國代表美國，鷹代表美國啦，即係呢個世界有幾個國家係用鷹嚟代表嘅啫，一個就係美國啦，一個就係德國啦，一個就係、是、如果冇養蘇聯都有少少嘅。咁啊頭有啲係雙頭鷹啊，啲另左另右嗰啲，我哋今日唔講住啦。咁佢入邊你睇翻個 opening American God 嘅 opening 最尾一幕，你影到佢有好多唔同嘅 symbol 喺個鷹下面閃啊閃啊閃啊。其實佢意思就話、是、嗱，美國就係一個更多元化嘅嘢，加埋嚟咧就造就成我哋嘅呢個 Great America 咁樣。其實佢有講過呢樣嘢，但係就話其實入邊個危機咯。即係其實回應翻你所講啦，或者其實我係啦，我都未講我係呢個劇嗰個嚇，其實嚇佢係反映緊你一個新嘅一個嘅價值觀，即係新嘅對世界嘅價值觀同埋一個舊嘅啦。舊嘅當然你係一啲比較 analog 啲嘅嘢嘅，好純粹好 pure 嘅，好簡單嘅就係你對一個神嘅信仰。是點？你的價值觀都是嘅啫，冇呢啲嘢全部都講個信字嘅。但你新的價值觀咧，就唔係信一個神噶啦，係信呢種無形嘅嘢嘅。無形嘅嘢包括係啲咩咧？科技啦，同埋呢個媒體啊，應該係咁講啊嚇，媒體啊 ，stock market 啦，信用一啲死物嘅反而係嚇。咁、啊、而呢樣嘢好直接衝擊到。一啲舊嘅價值觀嘅嚇，咁、啊、就係包括嗰啲真善美啊、友愛啊，即係呢啲傳統嘅價值觀嘅。咁同埋我哋而家成日覺得呢啲係過時嘅，即係我唔係話嗰係過時。好多人唔再信呢一套，呢一套係啦，因為呢一套就或者呢一套唔係佢哋嘅全部。即係錢就是一切，或者我有 like 就有 like 都係中入，我有 like 即係譬如話而家話你咩啊？我 fans 級有幾萬個 follow 啦，你咧3000啊，講完就啊，我一定可以勁過你啊，即係類似呢啲啊，即係而家你
傳媒版冷冰冰啲咁樣啦，我覺得冷冰冰啲啦，新嘅呢一套價值觀就咁我會覺得多人就係啱嘅啦，喺網絡度係咪先？嗱，所以咧，你會見到呢一套劇入邊嘅其中一個角色 Mr. World， 咁咪叫最大啦。嗱，其實呢個 Mr. World 代表咩咧？就係個世界觀咯。啊，呢個世界觀代表乜嘢咧？點解呢個 Mr. World 佢會企喺 media 同埋 technical boy 嗰一邊，而就同啲舊神講就話嗱，你哋其實勾勾地㗎啦。一是呢就加入嚟同我哋即係一齊合作，我睇下點樣再包裝過曬你哋再推出，咁咪大家開心咯。嗱，如果唔係咧，就唔好意思啦，我就真係要淘汰你哋。嗱，點解佢要講一句咁樣嘅説話咧？嗱，佢 Mr. World 就係代表一個世界觀，咁世界觀有冇一個嘅主觀嘅睇法咧？其實嗱，有嘅，你可以咁講，有嗰個主觀嘅睇法就係咩咧？而家邊邊個勢強，佢就幫邊邊。因為我想 fill 翻少少 detail 其實嗰個 Mr. World 其實就係 intangible， 即係話咩由市場導向啊，佢代表股票啊，所以佢意思就係話，其實就係股票，佢真係代表一句話，佢話嗱，我唔理你哋主觀點，市場就反映一切啊嘛，即係而家啲人咁樣咁講啊嘛，無論政治局勢啊、打仗啊咩都係睇個市啊嘛，個市得嘅咪得，你唔得嘅就。因為我話，如果你得嘅話咧，冇理由個股票反應唔到嘅。所以佢就反應到咧，而即係話嗱，你唔需要自己再為自己辯護咩啦。市場即係嗰啲人啦，普通人就唔係一齊。所以 Mr. World 就一個佢用世界趨勢咯，係啦，其實佢係世界趨勢，所以咪變咗點解咧？你會喺個劇入邊，佢會企喺細嘅強嗰邊，就係 media 同埋一個 technical boy， 係啦，就佢寧願要企喺你嗰邊。嗱，佢哋都有講過一句嘢啦，佢話：，唉，你都唔明。而家世界變咗㗎啦，唔係咁樣諗嘢㗎啦。佢同阿奧丁咁樣講，咁其實就即係正正就係話個世界嘅趨勢，人心所向都係中意呢啲嘢。而呢啲嘢本身就算係唔好嘅咧，佢都係要企喺嗰邊嘅，因為嗰個世界嘅導向就係咁。你咁樣呢個嘢咧，其實就已經唔係神呢、這個就係好我哋人類本身就咁，即係大部分嘅人啦。坦白講，其實坦白講冇乜政治立場或者冇乜觀念，總之邊個有啲利益啲人著數啲人爽啲，咪跟嗰個就人咯，人就係市場啊嘛。你可以話係呢個係一個即係似人，因為佢有一個長頭草或者咩係啦。但係你都可以話其實佢唔係人嘅，其實係一個客觀嘅，因為因勢利導啊嘛。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個個人都係而家係興呢一樣嘢啊嘛，咁咪循住呢一樣嘢去，佢就係咁樣咯嚇。咁當然啦，你用另一個側面睇，你可以話其實佢都幾霸道嘅喎。因為係啦，舊嘅一係你嚟，你係 under 我，我咧就將你包裝過再推出個市場嚇，等你改頭換面，變曬啲好 in 嘅嘢，否則咧唔好意思啦，拜拜，即係我就好狠噶啦。咁你都可以話佢好霸道。同埋其實佢呢個亦都係好美國人。好而家呢種社，而家呢種社會嗰啲人嘅諗嘢就係咁。但美國人就多咗一個，或者唔係多咗一個啦。佢成日都講呢一句嘅。我唔知你英文嘅時候好中意講，因為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即係呢個係好 typical 美國同即係西人啦，即係呢種咁嘅，即係好實際嘅諗法嚟。係啊，好實際。但你有時有啲國家就唔會係咁噶嘛。係即係嗰陣時嘅時候，其實我覺得 American God 有一個好。特別嘅嘢就係話，其實當然佢而家做先生蚊未完啦，唔知點講啊？你當奇幻咁樣都好，但係佢最後其實我覺得係會講到佢美國人嗰種唔係話道德淪亡咁急大嘅字，即係嗰種其實好迷失啊！連宗教都迷失喎，談何我哋人同人嘅嘢咧？即係我覺得係有呢、這個最主線，我哋就講迷失，連神子都迷失明白？神子都諗啊，我。夾唔夾翻一齊打佢喂唔好啊！不如同埋佢有啲係兩邊反咧，撳停啦先係。佢係因為有啲神都係好渣拿不停啊嘛，同埋有啲神就有啲神係 hea 嘅，即係譬如話我唔係，即係好似復活嗰個神就更加啦。明明德國神嚟，佢就唔緊要啦，俾基督宗教騎劫咗我復活節嘅啫，都冇問題啊！佢即係佢拜啊復活節嘅時候有啲兔仔啊，有啲復活蛋啊咩時候？我都有著數啊！佢上邊拜埋我，有乜所謂咧？即係你聽到有啲神都係嗰種都好人性、好人格化嘅，有啲有陰險啊！即係你一出連，即係我覺得 Neil Gaiman 啦，佢強就強在將呢啲好抽象嘅嘢神或者將啲夢啊啲嘢咧，
就二人化成人，就話俾我哋知，連意識形態都可以咁不穩定、咁危機嘅時候，喂，更何況你人自己咧？即係我覺得 American God 最後，即係我覺得佢正嘅就係話佢好，我覺得佢係有少高手嘅。佢高手係咩咧？佢將啲咁複雜嘅嘢咧，用呢個包裝，佢都我都好 media 嘅，幫得唔錯。是但是你说他入面那些东西、你熟悉了就我们今天拆解了，其实完全 很自然很 get 到的、你会看 得过瘾一点，还有你易明一点的、其实他都是讲一个价值观，同样、美剧、如果大家有看的 Mad Men 广告狂人、他都是讲、他特别讲美国人的价值观，你会看到所以为什么他讲广告，但在里面他会特意有拍些人去野餐，野餐完之後走曬咧，啲嘢擺曬喺嗰個草地度，完之後仲要影定佢成分鐘都唔 cut 噶喎，就係因為以前嗰啲人係真係冇一種咁樣嘅公德心，真係隨街抌嘢落街嘅，即係唔止香港先有啊，係啦，唔止不以前，其實個個都係咁話嘅，你個個人都食煙添啊，喺辦公室。好啦，咁但係你佢呢次，我覺得佢係唔係一個美國嘅角度去睇，佢係一個世界嘅觀去睇。不過我會覺得呢個其實最後都要問一問你兩位啦、兩位都要答一答啊。第一係啦，既然我如果我認為其實因為呢樣嘢你擺喺世界都通噶嘛，佢唔係美國，點解佢要叫 American God 先？Ethan 你答唔答到我先？我就會咁樣睇啦，因為、美國最以自己以多元文化稱嘅，係，但係同一時間咧，嗰啲種族文化又從來冇停過嘅呢個問題，個衝突，個衝突係啦。咁點解叫 American Gods 咧？即係我會覺得、其實都偏向少新神嗰邊嘅，因為咧呢、這個趨勢咧，坦白講你呢、這個世界嘅潮流啊。到鐵達尼嗰個時間附近，其實由美國主導噶嘛，好霸道啦，好霸道啊！嗱，001國際區號又係佢，以國際警察自稱又係佢，都都要睇佢。係啦，部總部好傾，一定要喺美金度，美金做自己咩嘢，乜嘢嘢都係好似佢咁，所以我覺得美國係一個縮影。係啦，我係咁睇嘅。嗱，我都好似，我想睇下 Hero 點解答。其實我就。差不多了，或者覺得就有少少大美嗱，其實兩個我有兩個睇法。你講，第一個睇法咧就可以講一個大美國主義啦，即係美國人中意都即係第一噶啦。係，咁就另其實調翻轉有啲諷刺佢啊。係啦，調翻轉其實咧就會唔會個作者嗱我估啦，我唔知道我又冇睇過小説啦。咁其實個作者咧某程度上係諷刺緊美國，即、就、係、是、你自己我自己 American Gods 啊，即係好似好威啊，好似好威咁樣，但其實入邊咧就立立亂嘅。嗱，我覺得都有少少嘅，我都覺得係。尤其是咧，佢揀上呢、這個點解呢個劇之前拍係咩？即係 Amazon 啊，好似應該 Amazon 拍。係啊，係啊，係啊。就而家先拍咧，咁其實 Which 咧，我有少少諗法又砌到落去，即係啱啱新上任即係特朗普啦，就搞好多嘢啦，又起圍牆，又啲又路啦，同埋掀起啲種族嘅，係啦，即係好似風風雨雨。係啦，係啦，好多啲種族，即係係咪叫一啲？我又唔係叫內戰嘅，不過係一啲唔同種族嘅衝突咁樣講。係啦，咁所以咧變咗嚟講咧，就喺呢段時間做呢個劇咧，即係某程度上咧，我覺得就有少諷刺。係啦，有啲諷刺嘅意味咯。我覺得會有。不過第二個問題又想問對方你哋啦。頭先嗰個咧，我覺得兩個都有一啲嘢係我都好認同嘅。不過第二個問題你入面看到既有即係一啲而家嘅嘢啦，科技啊、媒體嘅有，亦都有真嘅啲舊神咧，我哋識嘅。好啦，咁我想問下 Shadow Moon 代表乜嘢？呢個同觀眾解釋咗先，呢、這個就係個劇嘅主角，就係、是、人嚟嘅，唔係神嚟嘅，唔係超人嚟嘅。咁佢個名叫 Shadow Moon， 係啦，一個黑人做嘅，係一個黑人嚟嘅。咁咧係啦，咁但係我而家就係問緊兩位咧一個呢個問題、就是，就係嗱嗰啲神啊代表咗一啲價值觀啦。Shadow Moon 是代表什麼價值觀呢？那 Ethan 你可不可以答到我先？我就反而沒什麼去想一下這個主角，因為如果從故事這樣看 Shadow Moon 是一個很普通的美國人坐監的，但如果用你們加上 Trump 啊什麼那些，我會覺得這個會不會其實就是講一個因為如果他連主角都用黑人的話，其實我覺得這個比較破格一點，黑人就是政治，在美國黑人就是政治，即係你話咩種族平等咧？呢啲係講出嚟嘅啫，基本上從來冇做過。因為點解
既然如果你進入平等啊，就唔會話一個黑人做主角，黑人做總統都俾你攞撚新聞嚟做啦。咁即係如果攞得黑人嚟做，都係一個話題啊。咁即係話其實呢個問題從來未解決過啦。會唔會係講緊個主流其實已經唔係白人咧？又或者會唔會可能講我唔知啊？唔會關奧巴馬嘅事呢、這個我唔知。但係你話如 Shadow Moon 呢個人，其實我會覺得係嗰、那個譬如話。唔好話淨係黑人同咩，係嗰個權力嘅轉移。就算可能女權都係㗎，因為你而家大部分你得好多、女性上到去啲高位啊，即政治高位。其實我覺得有呢樣嘢。同埋有一個再一講，點解我話嗰個女權問題咧？你睇下嗱，黑人係唔係？所以主角係黑人做。係。你問佢個女主角係咩啊？白人嚟嘅都算啦。但佢根本係做緊耶穌嘅 copy 嚟喎，佢係死過翻生喎，而呢個一個女人嚟喎，同埋成日佢好勁喎，即係你問佢啲好似力王咁嘅一拳咯，即係翻生咗之後有神力，有神力㗎，但全佢做啲嘢完全係係咯，即係哇呢、這個印證嚟，哇死而復生乜物，但其實咧係偶然嚟嘅，咪一個女人嚟咧嘛，喂死過翻生一個女人咧，哇我哋宗教唔係咁講，其實好衝擊㗎，對於傳統。我咁睇啊，好咁啊 ，Hero 你會點睇啊？其實無獨有偶咧，呢、這個話題咧就有我同啲朋友曾經傾過。係。咁嗱，其實我兩個解釋啦。第一個解釋就係、是，其實我都好想知道個故事入邊呢個角色其實點解咁重要，大家都搶奪佢啦。係啊。咁嗱，我冇睇小説，我就唔知。女性。唔係主角 Shadow 係啦，因為咧好奇怪喎，奧丁有。一定要立啦，好似未被選定啊嘛 ，media 又揾佢啦，係啦，新嗰批人又要揾佢啦。咁嗱，呢個謎題咧，我就解答唔到你呢、這個，但係咧背後點解揾黑人演員做咧？嗱、我就覺得有少少，其實某程度上我同呢個人差唔多嘅。咁但係我就會講咧，奧斯卡金像獎應該冇記錯的話，因為原本咧，你記得啱啱嗰屆咧，佢就會講錯咗。拉拿靚攞咁，但係跟住就誒冇錯 ，sorry， 其實應該係黑人演員嗰套戲換禮先至係攞係嘛？咁其實呢件事咧，我自己做咗少少 background 去 check 嘅。某程度上，外國好多人相信咧，就係有個係好似你咁講啦，其實有少少權力嘅轉移，同埋咧特登做出嚟嘅，即係表面上就係白人贏，表面上就係白人贏，但係實際上咧，最後贏嗰個咧就係嗰度叫換禮嘛，係換禮係嘛？其實呢個是一個 symbol 嚟嘅，即係呢個少少陰謀論啦，即係我岔開少少講啦。咁所以咧，我自己 buy 嘅，我自己 buy 嘅。咁答翻你呢個問題咧，嗱、那個故事主角入邊點解咁認真咧？我就冇乜 idea 嘅。咁但點解揾黑人演繹咁嘅角色咧？我就有少少咁嘅理論啦。嗱當然啦，嗱其實咧。我又都可以講一講我點解會諗係Shadow Moon 呢個角色有咩功用同埋咩咧？第一嚇，咁你會見到嗱，當然啦，佢第二季一路落去嘅時候咧，佢會再講翻呢個人點解會咁重要，或者佢有咩功用啦。好似新世紀福音戰士啊，真治咁喎，即係好似咧啊，選定啊，呢個世界一定要靠佢呢個人咧，先可以咁搞啲。係啊，嗱，其實咧你話點解要用一個黑人定咩咧？我相信佢都有佢一個特別嘅原因嘅嚇。咁你話係咪政治性又好，或者係即係？一啲陰謀論係啦，陰謀或者種族咧，我相信佢都會有一啲考慮，我相信。不過我就咁會咁睇，你睇翻佢個名 Shadow Moon 嚇，其實佢代表個咩價值觀咧？嗱，佢唔係代表神啦，佢真係人嚟㗎啦呢次。咁佢亦都係代表翻人。咁而 Shadow Moon 係啦，即係月球嘅影係啦，或者係你月球嘅背面嚇。咁你從來你係見唔到㗎嘛？其實正正就係代表人，即係你有兩面嘅。你表面你係咁樣，但係你實質你另一邊咧，你內心嘅陰暗一邊咧，你永遠唔會俾人睇到啊！所以咧，人係你可以表面上你會見到佢而家第一季佢好被動嘅嚇，同埋咧完全啊，俾人牽著走啊，俾人牽著走，又俾命運捉弄咁樣啦。你見好多係全部佢俾人懟冧，唔係同埋你見佢之前其實即係叫做係一個騙徒咁，但係又好老道。其實好多嘢佢都係俾人老點咁樣去做嘅。嗱，你見佢做騙徒，但係又唔係醒嗰啲騙徒，即係你一個係最俾人去玩。其實係一個係撈得幾唔掂嘅古惑仔嚟嘅，你覺得？
咁其實基本上大半世人又坐監咁啦，搞俾人搞到俾人老點咗，咁其實都唔成功嘅呢個人。咁表面上係咁樣啦，好啦，但係實質咁你當然你都見到個人都 OK 啊，你見到個人都其實雖然你話佢古惑仔咧，但係其實你覺得佢蠢蠢地，其實都幾昂直嘅，有啲嘢都唔係古惑，唔係大奸大惡，其實即係有啲傻嘅喎，你覺得佢咁反而你會覺得。你會覺得比加啲分俾佢，嗱呢個就係個表面上，啊、但係佢個暗地裏，嗱、啊、佢未展示佢嘅力量嘅一面，或者佢陰暗嘅一面究竟係點、嗯？我覺得呢個就係即係你第二季可能會咁樣，或者慢慢嚟。咁所以點解啲神要揾佢呢？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就睇中咗係背後嘅一樣嘢啦。如果我咁樣推測咧，我覺得老土啲咁講，我覺得。即係講埋一個最後個 point 都差唔多嘅時間，我覺得佢就因為可能佢係有少少類似嗰啲咩命運之子啊，或者類似嗰啲哦，總之要靠佢咧先可以重啟，或者佢有啲特別嘅嘢我哋唔知嘅，即係嗰啲好老土嗰啲劇情嗰啲編劇，即只可以是他，好似真字咁啦，真字係神之子啊，只可以有佢先可以做到人類保育計劃，冇佢又唔得啊。都係差唔多係，我覺得都係差唔多有呢種啦、啊。係啊，但係我覺得。當然佢個故仔會有個 twist 嘅，個 twist 就係啲人估唔到佢嘅陰暗面會係點樣，佢即係可以得人驚起上嚟咧，係可以好得人驚。即係用個人嘅角度嚟，可能以反手為攻啦，就可能咁樣。所以佢就其實唔單止代表人啦，係代表我哋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陰暗面嘅嚇，而我哋自己而家都唔知道可以控制去邊嘅。所以我覺得嗱，得個八集，其實我覺得就唔好夠厚。同埋我又唔知先，太短啦，太短原本十集噶，後來佢 cut 咗兩集，即係佢剪過成個過程，所以變咗可能再集七，係啦，再湊啲嘅，湊啲。如果唔係，可能太散啦。哇！今日講呢個位置，其實我都估唔到，即係我估唔到一個講宗教電影會牽涉到嚇、美國嘅政治啊，牽涉到呢啲咁嘅嘢。但係就我覺得呢啲係，即係如果拆解到咧，件事又好玩好多。啊、今天時間差不多啦，咁好多謝嘉賓 Eddie 上嚟啦，係啦，咁我哋下次咧，如果你有啲咩嘢想我嚟講嘅話，即係譬如話，喂，我有啲劇又睇唔明，或者好想你講喎，唔緊要啦，少少人都冇所謂啦，照講先，咁你可以 PM 我哋啦，咁我哋會做整理，咁就啦，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啊 ，like 咗嘅就可以撳鐘仔，同埋撳呢個 Facebook 隔離咧有寫 See First 嘅，即係喺個 like 啊 follow 隔離咧右手邊有個掣再撳，咁我即場做 live 或有 update 就會即刻彈喺呢度知嘅，呢個係 technical 波起教我嘅。好啊，今日就時間明借佢係啊，咁啊我呢啲靠 media 其實都係阿邊個嚟嘅，都係阿郭丹娜探員。啊，不如借多少時間啊？第七十集我哋咪想唔想買廣告啊？又啊，好啊，係咯，咁啊，因為係你講，就第七十集就而家大家就我哋 brainstorm 緊，就諗緊到時咩形式去輕少少 gathering 啦，輕鬆嘅，輕鬆 gathering， 可能有啲片會播，係啦，係嘛？咁但係就我哋睇下個情況點先啦，我就。First plan 咧就可能話想整啲食嘅嘢，即係輕鬆傾啊，播下片傾。咁啊，之前其實網唔係我想我哋去整啲正經啲網嘴出嚟講。咁我唔緊要，可以分階段進行嘅。嗱，階段性嘅頭一段可能食咗先，第二階段可能先網嘴，咁都冇問題。可能八月九月咁樣咯，係啦。好啊。咁啊，網嘴即係七十集網嘴就係玩嘅，咁應該都係八月㗎啦。咁啊，大家俾定一日，咁我都會。即係有啲咩資料就重大公佈，留意翻 Facebook 嗰邊啦，或者大家有啲咩意見都係啊，或者咩想咩 topic 想播啊，咩都可以同我哋講嘅。嗯，好啦，今日第二集 over 咗少少，不過冇問題嘅，希望大家聽得開心啦。嗯，咁啊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喎，拜拜。拜拜。